据媒体报道，蔡卓妍5月14日出席某活动，谈及最近频频放假休息，她表示应进行血卵计划，不能太操劳。哈萨还透露之前为冻卵打针搞错日期了，她说日前身在台湾混合药物时算错数打错针，但周围没有诊所，于是致电回香港问医生，医生叫我去找诊所买试纸测试卵子有没有流失，幸好卵子没有流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